Hello， 你好，我要讲我的问题。你要讲你的问题，可以，请说。你看起来非常的沉重。我的问题就是说，要怎么样才有机会变瘦？因为光爬上你们的老鹰音乐，我就觉得非常的喘。我感受到了，我感受到你现在非常的喘，非常的沉重。其实我跟你说，我没有胖过。那这个，但是我身边很多的人就都很想要瘦。嗯，对，在这里提供你几个意见。好，就是运动。第二呢，就是运动。第三呢，还是运动。你不要讲一些我本来就知道的事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试过了什么方法？我可以请教你吗？你既然这么想变瘦的话。我有吃过减肥药。嗯，然后我也有晚上不吃东西，嗯，然后都没有用。怎么没有？你持续多久？一个月。你没有坚持嘛？你要坚持三个月，所有的东西习惯养成都要三个月，所以你要坚持，你要每天运动，每天半个小时运动也好，333嘛，一个礼拜三天，每天30分钟。哎，不对，我这样讲哦，怪怪的。好，这段剪掉，咔咔咔。运动333怎么样？对，反正就是我觉得啦，我觉得对我来说，因为我从来没胖过，就是因为我的新陈代谢好，然后我又基本上我活泼好动，所以我再怎么吃我都不会胖。哦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吃东西的人的话，那你真的要多多运动。真的多多运动，多多要多多运动哦。好，所以你算是比较肉感的，是不是？对。但是其实我觉得胖也没有什么不好啦，我老实说。也是。这也是一种美丽啊，就是不用在意人家眼光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变瘦的话，你要是为了自己的美丽而去变瘦，而不是为了别人在乎你的眼光而去变瘦，心若已定，外力不齐。这是我。阳明哥送我的一句话，这句话现在送给你。你可以把阳明哥这句话送给我，你再念一遍，我想听英文。Hot, if hot, very, very stone. Outside power, just like a shit. 可是我也想要把这句话送给我爸，可是我爸平常都讲台语。也就是说，你就跟你爸说。那是你的心定位，把人讲啥物拢是傻。哦，我还有一个朋友住在泰国。泰国。你继续教我。哦，怎么来？怎么来 ？Hatta pokai。Hatta pokai。哈密瓜。哈密瓜。哈哈维哈。哈哈维哈。老洋英语。老英英语。哈哈茶。好好吃，啪嚓啪嚓，啪嚓啪嚓，不啾不啾，不啾不啾，对，念一次。我是被整的，你还在喘是不是？吗？见过蛮多次的，真的见过蛮多次，他就算认识啊。如果你是不认识我，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这个演艺圈。哇，这个人眼睛长在头上哎，这个到时候剪出来，我不是这种形象，你知道，我是开玩笑。我们上个礼拜有见面，而且重点是，我可以看到你的肉体。上个礼拜有见面，然后重点是看到我的肉体。可是我不能说在哪里，也就是算是一个小房间了。啊，完蛋了！我知道是谁了，我知道谁啦！你是那个记者哥哥。嗨！怎么会是你啊？我完全没有想到哎。我一下就觉得受教啊，就觉得学到蛮多东西的，像是各国语言什么的。其实我现在比较想要你再把那段话再重复一次，就是怎么来，怎么来。
就扑街。哎，不一样，你不是哈密瓜。对呀、啊，我那个场面不